愧是女神啊，不愧是师姐。那在编这个女神重新编曲的时候呢，你觉得蛮难的，挑战蛮大。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相信九令有跟大家都是有所影响。那我们在改编《热冬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一直很害怕说做出来的感觉，没办法达到原本那个花的感觉。所以其实心里还蛮错啊，压力是一定有的啦。对，特别跳这一首，那个他整个变成除了很多曲外，也跟大上有关系。摇滚年四五的时候，那时候怎么会跳这一首？好，那当然今天来到这边，你看到阵仗很大哈，对不对？成绩非常的好，先恭喜东城卫。那当然今天来看到这个天后女神的降临呢，我发现这个场面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另外一个城市了，真的是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自己我们带起，我们才刚跑完蛮多签唱会的嘛，那这种场面我想我们还没见过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120的朋友，那2/3的朋友，2/3的朋友都已经将他们 voting 的舞蹈呢 upload 上 YouTube， 被鉴定完之后呢，就被欢迎来到现场，准备120，所以今天可以。都会跳。今天不知道四位有没有、这个？其实我们也有想要做功课。那就你说你不跳吗？来，你要不要这个？要弄下去，旁边就搞笑了。稍微这个现场每位朋友捏把冷汗。最后呢，我们请这个四位好好介绍，简单的一句话介绍自己的新的 EP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谢谢四位今天我们带来完美的开场气氛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东城卫在7月9号的时候，我已经发行了东城卫首张同名专辑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东城卫，谢谢。那也要支持我们的主力这个师姐，我们的女神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东城卫，各位小心点。